不知道台湾未来也有机会玩刺激的高空跳伞。台东县府新手安检航空推动高空跳伞，今天在民航局人员的审查之下，由国外教练打头阵进行验证试飞，过程顺利。接下来就等民航局点头，预计最快八月就可以看到高空跳伞表演，明年试办双人跳伞体验。 两个，民众惊呼不已，因为有人从飞机上跳下来，而且高空跳伞地点不在国外，就在台东。看到两个人了，宛如蚂蚁的人影离地面越来越近。哦，好厉害哦！有准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飞行伞转个弯，准备缓缓降落，最后完美落地。 这一刻等了好久，台东县政府与安捷航空合作，要建置台湾第一部跳伞活动及人员规范，引进海外资深教练，寻觅县内最适合的场地。目标先挑战今年八月顺利举办表演活动，接着是双人跳伞体验。但这之前得先试跳，确保能通过民航局设下的重重关卡。那今天是第一次的试跳，那也是可能也是台湾第一次有，就是民间有双人伞在这边跳。对，那很希望未来这个运动可以在台东落地生根。在民航局人员的审查下，五位外籍教练和一位台湾教练在卑南遗址公园试跳，教练们顺利达成目标，全都开心不已，让国人未来不必飞出国就能体验高空美丽。记者刘英强台东报道。